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是 Meta CEO 马克扎克伯格对 Elon m 马斯克最新挑战的反应。扎克伯格对马斯克再次提出的格斗邀请显得兴趣缺缺。他在 Threads 上回应道：“我们真的要再来一次吗？”马斯克在参观国会山期间再次挑起与扎克伯格的格斗话题，他声称。 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和扎克伯格打，任何规则都行。两人去年曾经讨论过这个想法，但最终未能实现。今年，马斯克又在 X 上挑战扎克伯格，后者当时似乎有兴趣，甚至在 Instagram 上写到发送地点。然而，尽管他们在网上多次互动，这场格斗至今未能成真。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马克·扎克伯格对马斯克的再战邀请回应说：“我们真的要再来一次吗？”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似乎对 X 持有者伊隆马斯克最新的战斗邀请并不感兴趣。在 Thread 上的一篇帖子中，扎克伯格直接回应道：“我们真的要再来一次吗？”马斯克在一次到访国会山的期间，再次挑起了两位科技巨头对决的话题。当时，他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客人，内塔尼亚胡正在国会发表讲话。当有记者问及此事时，马斯克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随时随地，任何规则都愿意与扎克伯格一战。其实，两人的这场对决早在去年就有传闻，但最终并未实现。二零二三年六月，当 Meta 准备推出其 X 竞争对手 Threads 时，马斯克首先挑战了扎克伯格。如果他愿意，我随时准备好来一场笼子搏击赛。马斯克当时在 X 上发帖说道。 扎克伯格在疫情期间开始学习柔术，最初似乎对这个提议表示了兴趣。他在 Instagram 故事中写道：“发个地点给我。”然而，尽管双方在网上多次你来我往，这场对决最终还是未能成型。这并不是马斯克第一次挑战扎克伯格，两人的竞赛已经成为科技界的一个持久话题。每次新的挑战似乎都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媒体关注，而不是为了真正在擂台上一较高下。 对于这些科技巨头来说，或许网络上的言辞交锋远比真实的肢体对抗来得更有趣。《》media 报道指出，这次的挑战可能与马斯克在推出新的社交平台功能时，希望借此吸引更多的眼球有关。而扎克伯格则认为，这种幼稚的挑衅行为并无实质意义。《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指出，这场假定的对决更像是一场公关战争，而不是一场真正的搏击赛。 回顾两人的过去，马斯克和扎克伯格无疑是当今科技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成功，也让人们对他们彼此的竞争充满了兴趣。无论是特斯拉与 SpaceX 的创新，还是 Meta 在社交媒体和虚拟现实领域的先驱地位，他们都在塑造着我们的未来。然而，这种互相挑衅是否会真的发展成一场实体对决，恐怕仍需打上问号。 毕竟，两位亿万富翁的日程安排紧密，或许他们更愿意将时间花在企业的发展和创新上，而不是擂台上的打斗。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每次这样的挑衅都能引起广泛的讨论，这或许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马斯克和扎克伯格这对科技界的龙虎斗又有了最新进展。让我们从头聊起，看看这场龙斗背后那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去年夏天。 马斯克突然决定在推特上挑战 Meta 的 CEO 扎克伯格，进行一场龙斗。那个时候，Meta 刚刚宣布将推出推特竞品 Threads，马斯克感到自己的地盘被侵犯了，决定用龙斗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推特上一通嚷嚷后，马斯克写道：“我愿意来场龙中斗 （Cage Match），只要他愿意。”典型的马斯克风格。这条推文引来了大量围观，扎克伯格也不甘示弱，迅速在 Meta 的平台上回击。 把决斗地点发来，这下子事情变得更加有趣了。马斯克随即提议拉斯维加斯八角龙，于是这场世纪对决似乎就这么定下了。然而，故事并没有那么简单。到了去年八月，扎克伯格突然表示，认为马斯克并不认真，他要继续前进，不再理会这场龙斗。当然，这并没有阻止马斯克，他继续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挑衅，表示自己迫不及待的想敲开扎克伯格的门。 然而，我们的反派主角扎克伯格始终没有给出任何回应，直到事情渐渐平息。这段时间，Meta 并没有闲着，他们最近推出了最新的 AI 模型 Llama 3.1，并声称其性能优于 OpenAI 的 GPT 4o。更令人惊讶的是，Meta 决定将这个模型开源，免费提供给公众使用。这一消息一出，科技界哗然，纷纷称赞扎克伯格的慷慨。 令人意外的是，一直对扎克伯格口诛笔伐的马斯克，这次竟然罕见的对其致敬。在回应特斯拉前 AI 总监 Andre c a r p a t h y 关于该模型的帖子时，马斯克写道：“这令人印象深刻，扎克的开源决定确实值得赞扬。”这让人不禁感叹，科技界的恩怨情仇真是比电视剧还要精彩。当然，故事并没有结束。就在大家以为这场科技巨头之间的龙斗已经成为过去时， 马斯克又突然在华盛顿宣布，我准备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任何规则下与扎克伯格战斗。这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从一开始的挑衅到现在的随时随地、任何规则，马斯克显然是认真的。不过，扎克伯格这次会怎么回应呢？是继续保持沉默，还是会接受挑战呢？无论结果如何，这场龙斗已经成为科技界的一大热门话题。 实际上，这场龙斗背后还有更多的戏剧性因素。两位科技巨头不仅在商业上竞争激烈，似乎在个人恩怨上也积怨已久。马斯克和扎克伯格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多年前，当时两人在多个领域都有交集和竞争，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太空探索领域，两人都有着自己的野心和计划。这种背景下，龙斗似乎不仅仅是一次个人恩怨的了结。 更像是一场科技界的象征性对决。这次的龙斗挑战事件也再次把两人的竞争推向了高潮。马斯克一向以敢说敢做著称，他的推特账号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新闻发布会，每天都有各种颠覆性的言论；而扎克伯格则相对低调，更加注重实干。两人的风格截然不同，这也让这场龙斗显得更加有趣。无论如何，科技界的这场龙虎斗还在继续发展中。 马斯克和扎克伯格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引发大量的关注和讨论，这也反映了当今科技巨头们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看看下一步这两位斗士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和震撼。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首先，马斯克和扎克伯格的龙斗，简直就是科技界的权力的游戏，这不就是世纪对决吗？马斯克挑战扎克伯格的勇气值得赞赏，毕竟两位亿万富翁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多么具有娱乐性和市场价值。 完全可以拍成一部大片，而且马斯克本来就喜欢搞些大新闻和惊天动地的事情，龙斗只会让他更受关注。楚天说，你说的好像这是终极斗士真人秀一样，但我们真的是在谈两个科技巨头吗？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两只大号的公鸡在斗鸡，完全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他们本应关注的不是怎么在笼中打斗，而是如何用科技改变世界。扎克伯格专心开发新 AI 模型，推动科技进步，这才是正事。龙斗简直是中年危机的另类表现。谢琪琪，你说的也不无道理。不过别忘了，历史上有许多名人通过决斗解决矛盾，比如亚历山大与德米特里奥斯。谁说科技界不可以呢？ 再说了，这场龙斗不仅能成为一场商业大秀，还可以筹集善款，帮助需要的人，多好！马斯克和扎克伯格都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带来社会反响，为什么不利用这次机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呢？楚天说，你的想法的确充满了戏剧性，但我们说的可是科技界的两位领袖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无价的。 拿他们的关注度去搞一场龙斗，说的好听是娱乐大众，说难听点就是浪费资源。我们需要的是他们在科技领域的贡献，而不是在笼子里挥拳头。马斯克应该多花点心思在 SpaceX 的火箭上，扎克伯格则应该专注于提升 Meta 的产品。科技界的领导者更应该是新时代的远见者，而不是斗士。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和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是当今科技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企业家，他们分别建立了 Meta（ 前身为 Facebook） 和特斯拉以及 SpaceX 等多家领先企业。马克扎克伯格是一位美国计算机程序员和互联网企业家，出生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四日。他是 Meta。 前称为 Facebook 的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2004年2月4日与哈佛大学的宿舍室友埃杜阿尔多·萨维林 e d w a r d o Savirin）、安德鲁·麦克勒姆 （Andrew McCollum）、达斯汀·莫斯科维茨 （Dustin Moskovitz） 和克里斯·休斯 （Chris Hughes） 共同创建了 Facebook。Facebook。 最初是一个面向哈佛学生的社交网络平台，但很快扩展到其他大学，并最终向全球用户开放。二零一二年，Facebook 成功上市，成为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二零二一年，Facebook 公司改名为 Meta，以反映其对元宇宙 （Metaverse） 未来发展的愿景，即通过增强现实 （AR） 和虚拟现实 （VR） 技术构建一个更加沉浸式的互联网体验。 埃隆·马斯克是一位南非裔美国企业家和工程师，出生于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他是特斯拉 （Tesla Inc.） 的首席执行官和产品架构师，SpaceX 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和首席工程师，以及多家公司如 Neuralink 和 The Boring Company 的创始人。马斯克早年间创立了在线支付公司 X 点 com，后来演变成了 PayPal，并于二零零二年被 eBay 收购。随后， 他创立了 SpaceX，致力于降低太空运输成本，并最终实现火星殖民。特斯拉则专注于生产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是全球电动车市场的领军企业。马斯克的其他项目还包括 Neuralink，旨在开发脑机接口技术，和 The Boring Company，致力于开发地下交通系统。Meta 公司主要业务是通过其社交媒体平台，如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提供广告服务，并逐步拓展至元宇宙相关技术和服务。Meta 的愿景是将人们连接在一起，不仅是通过文字和图片，还包括虚拟和增强现实体验。Meta 在虚拟现实领域的主要产品之一是 Oculus VR 头盔，旨在为用户提供沉浸式的虚拟现实体验。Meta 对元宇宙的宏大规划包括打造一个虚拟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进行社交、工作、娱乐和购物等活动。 扎克伯格和马斯克虽然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他们的公司在不同方向上发展。扎克伯格主要关注社交媒体和虚拟现实的发展，而马斯克则集中于电动交通、太空探索和脑机接口技术等领域。两位企业家的愿景和创新精神对现代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简而言之，马克·扎克伯格和埃隆·马斯克这两位科技界领袖，通过各自的企业和创新，为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扎克伯格通过 Meta 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互联和沉浸的数字世界，而马斯克则通过特斯拉和 SpaceX 等公司，推动电动汽车普及和太空探索的进程。他们的努力不仅改变了现有技术格局，还为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 do world。 News breaks, buzz the ground, stories spit, walls come down, voices merge in the sound, faces mix in the crowd. day hidden truths come to play in the background shades of gray every story finds its way <laughs>